大家好，我是潘卷云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我自己做的游戏城市，这次的主题是运输设施。我这次的游戏叫做《变运转盘》，当然有跟上国家是转盘。而首先一开始，我先看到一个转盘及一个箭头，当然还有奖金、次数两个变数。而你知道吗？对，麦克风发出声音 ，drive， 另外开始转动。而当转盘停止转动，便会跳出问题。所有的问题都是跟这瓜林的运输工具有关。那是本题为二。如果你答对或答错，会带出题目解说，来解说所有选项相关的知识。而现在，我想要问一下教育部长，是否可以帮我们继续玩这个其他游戏？其他游戏呢？可以。这里有问题，只要对。这个游戏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时间到了，好，